关行的通呢，因为在网络上面有千奇百怪的传言，是，那有些得到了证实，对不对？比如说瓜牛不吃东西可以睡三年，超羡慕啊！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我想要瓜牛可以活到三年，然后甚至更久，就缩在那壳里面，然后它忘了出来，然后就在里面冬眠。可是这样它会干掉，对不对？哎，对啊，就是它应该会干掉啊，晚上就入水啊，所以它就 OK 了，可以睡三年。好棒，我要当瓜牛。那譬如说有一个我觉得厉害，打喷嚏的时候眼睛是不可能闭起来。眼睛不会是睁着，然后哈啾这样子，一定是哈啾，就是它会真的吗？那个瞬间眼睛都是闭起来，就是眼睛至少一定会眨一下，下次可以这样子啊，哈啾眼睛要喷出来，真的吗？眼睛会喷出来，那个压力太大，眼睛可能被喷出来，不可能吧？对对，就粘出来。那假如你眼睛不喷出来的话，可能是肠子，所以你自己选一个，没有没有，这乱讲的，还是闭眼睛。所以眼睛应该会眨一下，这样对不对？还有很多嘛，比如说可乐原本应该是绿色的，为什么？这个色素吗？这个也是我，对不对？得去的，就是因为后来加了焦糖色素之后，它才变成黑色。哦，好神奇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聊聊嘛。请问一下大家，你曾经听过这种网络上面有什么样奇特的言论理论有没有？有。其实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寿司的吃法都是错的，然后网络上有正确的，就是连日本人都觉得很惊讶的寿司吃法。就是我们吃寿司现在不是都把瓦萨米是夹在那个鱼跟饭的中间，其实是不对的，是只能沾在鱼的上面。然后这样吗？不是不是，因为现在都是夹在中间。有啦，有很多是就是他的饭师傅已经弄进去了，对，师傅已经把它夹在中间了。或者是我们会觉得饭没味道，沾在饭上也是不对的。大卖场卖的那种夹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都是把饭就是放在朝下，假如说这个黑色的地方是饭，我们都是这样吃，其实是要鱼放在舌头上这样吃才是正确的。是一种，因为主要的是你要去尝那鱼的味道。对，而且是因为舌头有温度，它可以。直接让那鱼上面的一些油脂吸，对，就是一种礼仪。专业，好专业。哇，这个也是新知，对不对？好，不过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有很多的网络知识，而且是对各位真的是有用的，所以今天这一集让大家会获益良多。同时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网络知识的是我们的这个艺人王诗涵，欢迎。欢迎。发行专辑了，恭喜你哦！好，哎哇，那边有放三张专辑，是不是要送我们的呢？谢谢，人来就好了嘛，真的是。谢谢，又漂亮又会唱歌，有点像油画的感觉，还蛮特别的。对啊，它摸起来有点像油画的纸的感觉。哎呦，所以这张专辑介绍一下，对，专辑叫做《你好吗 Love Lesson》，然后它是这样打开，哦，是有重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里面是 CD， 然后再来有一本小小的写真集，因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就是一些。还有副扑克写真集有什么大胆的突破吗？其实没有，都是比较。那为什么要说扑克牌？它是在废弃的游乐园拍的，对，所以它是比较有刺激一点小抽象的东西。所以你今天打算什么时候变兔子给我们看吗？抽象吗？很可爱。谢谢。你常常会关心一些网络上面发生的事情吗？有，网络新知，常常会看大家转载一些东西。比如说有看过什么好玩的，有没有？听过，印象中我是听过怎么杀蟑螂啊什么的，因为我三年前来到台湾，我对其实没有见过蟑螂。真的吗？在哪里？在哪里？非常没有蟑螂的地方，在哪里没有蟑螂？我在荷兰出生长大。荷兰？荷兰是讲荷兰文？荷兰文？荷兰文怎么讲 ？Goedemorgen, ik ben Diana。Alles goed？ 你好吗？好好听哦。那蟑螂的荷兰文怎么讲？对 ，Cockroach。Cockroach。跟英文有一点像。荷兰怎么可能没看过蟑螂？荷兰没有蟑螂？为什么？我觉得荷兰应该有蟑螂，只是你家太干净，我们没有看到过。它
可能不在市区。其实，在对，其实有些地方，像你说加拿大温哥华什么那些地方，你其实我也是没看过啊。对啊，你去那边玩住什么，你也是没看到。但它可能会有蜘蛛或者是别的昆虫类。哎，对啊，会比蟑螂多了。蟑螂是跟在台湾是跟我们之间密切关系比较有关系比较好。今天有很多网络新知，希望让你大开眼界喽！欢迎，好，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呢就有很多另类知识要介绍给大家。首先 ，Part One， 打赌偏技巧，用这个打赌呢，对方绝对会赢不了。去，比如说去一些欢乐的场合唱歌啦，或大家比如说喝酒聊天呐，这个时候要是有人出来可以打赌一下，那你我们教你每赌必赢的方法，好适合你们哦。把妹用，哎，我们都喜欢被把而已，是我们都是吸引女孩子，我不把妹的。OK， 首先要问一下大家，你是一个很爱跟别人打赌人吗？全我擦，猪妹，不是端午节也可以立蛋。对，我要来教大家，就是打赌一定会赢的小方法。对，但是骗人的小方法啦。对，就是呢，首先要有盐巴，放在这中间，这么多。可以，对，不用太多。然后呢，把蛋放在上面，它就可以立。然后可以把旁边的盐巴吹掉。好坏，我坚持。那个肺活量要蛮大。哇塞！就是在白色的地方，就是上面，其实这样人家看不出来说你是有撒盐巴，所以蛋就可以立起来，不是端午节也可以立。哎，就可以跟人家打赌一定会。这个值得掌声啊！好 ，OK， 子姿，你说回纹针是？对，就是我有用回纹针跟人家打赌过，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酷的，就是一般我们拿着回纹针，然后放到杯子里面，就是现在看好喽，一定会沉下去。然后有一个小方法可以让它不会沉下去，就是我们要先拿一个回纹针，然后把它中间的地方掰开，然后弄成像一个汤匙的形状。好，然后弄好之后，再把这一个回纹针放在它的上面，然后轻轻的，它就不会掉下去了。上面它就浮住了。那如果只用手直接放的不行吗？不行，但就像我刚才放的一样，如果没有用这个方法的话，不管你用几个，它都会掉下去。原理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就会沉下去。你知道原理吗？你知道原理吗？我不知道原理。就是直接让它接触到表面张力，这样，所以你其实你用手这样慢慢放，因为你手会破坏到表面张力，它就掉下去。哦，可是可能要水。哦，是这样。好，那大赫你要没有这个绝对站不起来。这个我觉得我跟别人打赌也有赢过，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有门啊，你现在站在门那边，就是面对的门，你是完全是站不起来的。你是脚是踮不起来的，对，哦，面对的门脚是对对，面对门那个就是打开的那个框的话，侧面可以试试看，绝对绝对踮不起来，不可能吧？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打开一个好不好？有人可以帮纳多开个门吗？哎呦，哎，绝对站不起来，绝对踮不起来。哎，我好像这感觉好像每个周末都会看到纳豆在钱柜这个样子，很醉的时候，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这凡是站不起来的，真的绝对站不起来。我做过很多次实验，每一次都站不起来。我们今天有一个打赌打赌天王，打赌达人要出现了，就是我们的 Josh。Josh 起招，只要跟我打赌，我包你绝对赢不了。请出列，绝对必胜的打赌法 ，Josh 大哥。没错，这边是我们常常在酒吧会玩的一些的那个酒瓶游戏啊，然后来打赌的。对，然后在我右手边这第一样呢，我要做的是第一个把钱放在上面，哇，这么重，拉牌，1000块，然后用5个10块叠在上面，然后呢，你只能用一只手把我的钱抽走，对，然后你如果可以抽走这个钱，然后钱币不会掉下来的话，这1000块就是你。是，等一下，是一只手还是一只手指？手指头。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把这1000块拿走。有人要挑战看看吗？拿5个10块不能掉下，好难，5个10块不能掉下。只要可以拿走这1000块，用一只手指头，你就这钱就是你的。那我们手可以比如粘胶那些的吗？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啊，这个有没有同学想试试看？没有，同学，成功1000块是你的哦，拜托，我缺钱。阿 Q， 对，蛮想要的，这个怎么可以拿走？这怎么可能啊？一次机会而已哦，一只都有哎，一只，
鞋的装。不行啊！啊，那请问一下，这样不行啊！没钱还我。那玩这个游戏要交100块。啊，还有谁要试？这不行吧？来，那个诗安，你诗安，你要试看吗？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一只手指头，对，一只手指头。你是女生，我给你两只手指头哈。哎呦，两只手指头，两只，两只手指头也可以，是两手。你只要用两只手指头的话，因为10块钱一定会掉下来，对啊，这要怎么弄啊？其实只能用这样快。随便你用什么方法，随便你，随便你。太难，我觉得不能用抽的。那要用什么？你这个要什么方法？不知道，不知道。我把1000块撕。我知道了，试试看。哦，是不是拿个赖打，然后我用一只手把那火点起来，然后就钱烧掉之后，1000块也拿不到，你钱也没了。对啊，你现在你是要先烧到天堂，然后给未来的自己吗？先烧掉，好。哎，你觉得大家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全国差，应该有可能，还是太难了啦！这根本就是一个搞笑，我觉得在开玩笑，傻眼，是不是？哎，朱妹，你觉得？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哎，但是我不知道一只手指头要怎么用，我只是看到是人家是用两只手很快速抽掉，那还有对啊，对，但是一只手就不知道，一只手，两只手，好吧，这样现场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样？这其实就是靠。看好了，三点空间，来，一只手指，好帅哦！什么？打赌妙招连发，招招让你惊呼连连。再不移动吸管、酒瓶跟空杯，把这里面的水装到这空杯里面去，吸进去之后，然后再吐出来啊！我不能讲，我就来示范了。不移动火柴的状况下，把这个钱拿走。点火要把那个所有火柴着起来，还是说把整间酒吧烧了？那我就来了，看到没有？哇！现代码干啥？大学生了没？这其实就是靠我平常在练的抑扬。好，看好了，三点空间。四手指，四手指，好帅啊！什么？一定要沾口水吗？好厉害哦！摩擦它，对，因为你用口水的话，它的那个摩擦力会变更大。对，然后你其实你只要用力的一打下去，它直接会飞掉。哇塞！这么牛，你看谁要不要慢慢点？先试看一个小蛮，你要不要试试看？那如果不沾用力，不沾口水就不行。你可以沾别的鼻涕啊，或什么，就反正容易会唇蜜也可以。我觉得你用口水可以。是要沾口水。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但是你要用力哦，你要瞬间哦。好。瞬即耶。我觉得我会打到手。打准哦。哎呦！有。哎！可以。好厉害，真的可以。好啊！真气啊！就用力。觉得纳豆哥只是单纯想要看女生用手指沾口水，哎，一瞬间，用力点，哇，拉风，很好玩，帅哦，这一张上面有他们两个的口水，拉风，哎，好，态度，接下来，好，这样跟人家打赌就一定赢，这样就一定赢啊，好香，第二个是其实这个要有一点要动脑想一下。第二个是在不移动酒瓶跟杯子的状况下，你要如何把这里面的水装到这空杯里面去？不移动什么？不移动吸管、酒瓶跟空杯都不要移动，都不能移动。然后你要把里面的液体装进去。那我就是把这个吸进去之后，然后再吐出来啊。对啊，不能这样做，不能移动吸管。这样算破一个吗？我跟你表情怪怪的。要最快要快一点的方式，大家都不会，不会。好，超状况之下，我就来示范了。你要干嘛？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大气压力的原理。你用你的嘴巴把你的瓶口就是塞住，然后你吹气，它的那个水就会从吸管这边直接喷出来。我直接示范一次。哦，是这样。是这样。哇！好酷啊！好酷啊！好有才华哦！好恶心的方法。就是这样，好 ，OK， 这两个都蛮厉害，这个蛮不错，吓到大家。在这个等一下，第三个，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火柴这样立的，对不对？我要如何在
不移动火柴的状况下，把这个钱拿走。又要不移动火柴的状况之下，对，把这个钱拿走，把钱拿走。来，大家想一想，来阿 Q， 你说说看。先把那个所有的那个火柴放在那个底下，那个空洞底下，然后再用一个火柴点火，然后把那个所有火柴找起来。还是说把整间酒吧烧了？然后这一块不会那个也可以。先不要，就为了那一块，也太划不来了。神经病，纳豆哥会对不对？我觉得你会，你这种小游戏一定玩很多。我没有玩过这个啊，那你会吗？你是不是？你看，你来破破看，用火点这边，然后上去，它就火就会接过来，那就烧下来。哎呦，不是，可是我觉得这概念很失败。那我就来了，其实一样是用火柴，只是烧的方式是要这样子。怎么弄？中间就要开始烧，中间就要开始烧，好，你再来看哦，看到没有？哇！哎，看到没有？拉过来，甩的这么翘起来，它会揪起来，哇！你不会这样揪起来，是不是新代码盖起来？这很屌，好酷！这等于两个人接吻，然后开心到脚飞起来，那个巴黎跳马式的接吻，好 Q 哦！你知道在干嘛？好酷，拉风哦！酷哦！其实就是一些原理，它那个木头烧就会 Q 起来，哦。然后因为它这边头的地方它会黏住，所以你一烧 Q 起来之后就变这样。哇，需要求。这辈子要喝过非常非常多酒才会学会这些游戏。喝到我英国学来，真的不错，谢谢嘉，谢谢谢。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生活知识篇。是，好。请问一下大学生，你们有没有听过超惊讶的理论吗？生活知识。那你们觉得超惊讶的理论？烤柠檬皮防蟑。Erica。我有听过，就是柠檬皮不是用途很多吗？那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说，烤过柠檬皮那个味道，蟑螂很害怕，就是可以你在家里的角落放很多烤柠檬皮，就可以防蟑螂，然后又不会有那种化学的味道。好，那个子芝，你说橘子皮？对，就是猫咪有时候会乱尿尿在地毯上面或是沙发上，然后只要抹过橘子皮的地方，猫咪都不会尿。但整个家都黏黏的这样，对，猫也蛮黏黏的，就只有用橘子皮这样抹过有味道，它就比较不会去尿。OK， 感觉好。那小雨说室内园艺自习死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之前是看一个节目，然后他介绍说，就是室内园艺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很小心，因为它你植物摆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通风什么的没有做足的话呢，譬如说它会产生一些水汽，然后它可能有开花会有花粉，然后如果你种的是大型蕨类又会有孢子，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充满你的家里面，可它细小到你看不见，然后有一天当你就是。可能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啊，就呼吸呼吸呼吸的时候，这些孢子或者这些花粉就进到你的呼吸道里面，然后就堵住了，你就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就死掉了。真的假的？我是看新闻说有一个案例，然后他们去分析的。这应该是特例啦。对对，在这个阶段呢，哎，有一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不对？生活兴趣达人来。只要跟着我做，这些方法都超实用。没错，生活中经常不小心会沾到一些污垢，例如写字沾到立可白、口红沾到衣物等。但只要运用一些生活小技巧，就可以将脏东西清洁溜溜啦。先来听听大学生有哪些小 tip 呢？小芝，我那个立可白好像用橘子皮就可以把它去掉。橘子皮，搞得好像橘子皮可以是万用。没有，不是，因为我高中就沾过，就是这边一大片，然后我朋友就说橘子皮，那我就去储鱼桶翻橘子皮，然后就只能去掉了。对啊，没有那储鱼桶很干净啦。哦 ，OK， 那哎，其实 Erica 也是这样觉得。其实柑橘类的皮都可以，什么柚子啊、柠檬啊，就是它挤出来的汁，它好像里面有个成分可以分解掉立可白里面的东西。哇，好，都知道。哎 ，OK， 那谢谢大家。这个松香水也可以吗 ，Josh？ 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松香水什么都可以去掉嘛，油漆、立可白、口红，什么玩意都去掉。那就是去光水啊，可是对啊，颜色都去掉啊。可是啊，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的状况就是没有这些东西，那随手可得的东西。对啊，好，洗碗巾。好，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呢？好，首先是立可白，那我先把它粘在我手上好了。好，他先把它涂出来一点。嗯。哦，要粘在手上，像不是都会这样粘粘到手上，对，然后就是洗手都很难洗，嗯，然后现在我要拿出我的法宝，法宝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食物打开怕受潮，使用招式暴力灾。平常我们像吃饼干啊，一开之后，如果你再不去吃，或
是冻它的话，其实会受潮。只要用这个保特瓶，然后就可以让它不受潮。你们觉得什么方法？加气体啊，就是什么氮气，因为饼干如果保存，你来教我们。我们只需要它转起来就好。哦，东西呢？这个旅游机。啊！它可以擦掉，对，它可以擦，不合理。因为它不只是蚊虫咬伤，它其实可以拿来，就是只要点在上面。哦，我好像有听过。真的吗？它是油性，然后它可以溶解立刻白，就掉了。哇！更大片了。可以拿卫生纸擦掉哦，对，就是把它溶解掉，对对。可是这样身上都会是，所以你要用卫生纸擦掉，又可以治一些蚊虫咬伤，不错。是这样。哦，就是用这个方法，但要记得大家不要拿眼镜来卸妆哦，不然这个眼镜会受不了，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是口红。口红也是用绿油精吗？不是，不是哦、喔。来，好，来，好，完了，完蛋了，别女生沾到了。首先要拿这个酒精，如果没有酒精的话，其实随便都有酒精棉片。哦，这边酒精棉片，酒精棉片，便利商店就买得到。对，的确是比橘子皮好取到。对，再把它，所以就刚没的剩残橘子敷在上面。所以如果单纯是洗脸，不要随便拿个肥皂就可以了。好，再来。肥皂加酒精片可以。好的。有点太多了，牙刷就把它刷掉，用剪刀把那块剪掉。好，但是我们在这边强力募集，就是说电视机前面观众，你有更棒的方法可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现在得到的方法就这一个，还有好吗？希望在电视机前面的你能够说那个烂透了，我可以赢你，好吗？哎呀，柯哥这招有点辣惨，不过没关系。各位观众，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上我们的粉丝专页讨论讨论哦。柯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厉害的妙招？就是平常我们像吃饼干啊，或者是盐巴，就是如果一吃盐巴，平常吃饼干或盐巴，你就拿着直接嗑就对了。不是，重点是他们一开之后，如果你再不去吃或者是动它的话，其实会受潮，它就会变一大块，对，饼干会软掉，对。它最后会结块，对，就会结块，变成大一块。像妈妈煮饭的时候就不好吃了。然后我只要用这个保特瓶，然后就可以让它不受潮，然后可以好好的封存。哦，好，保特瓶。来，同学，你们觉得什么方法？来，大家觉得，想一想，大文。我觉得可以把那个里面的东西放到保特瓶里面。哦，对啊，把它拆开放保特瓶，然后这个锁起来。对。所以饼干就碎了耶，倒的倒着吃，然后就这样倒着吃，看电视也不用想太多，不要弄脏手，不会弄脏手，可是这样口感上面来讲可能会差了一些，对不对 ？QQ baby， 你觉得？就是把那个保特瓶呢割一半，割开之后，然后把那个饼干全部倒到桌上，然后用杯子把它盖住。干嘛讲？看聪明的 Jazz， 我觉得是不是把它加气体啊？就是什么氮气，因为饼干如果要保存，对吧？我觉得他们讲的都随身瓶，这不太可能达到。可可可可，我的接，你来教我们。我们只需要一把美工刀。好，割一半吗？割一半的，割一半。结果真的 TV Baby 答对，接近。不要告诉我是他们答对，我们会疯掉。你不要割到手，小心哦，小心。把它割开，对不对？割开，答对一半。然后我们要用的其实是它这个盖子。哎，盖。
然后呢？哦，我知道。然后啊，像我们这个封口，一般不是都是橡皮筋吗？然后其实要用的话也很麻烦。然后我们只要穿过去这个瓶口。哦，聪明啊！然后再把它打开。啊，转起来。对，然后转起来就好。哦，好厉害啊！聪明啊 ！Smart girl。然后如果知道还要再用的话，直接再倒出来就好，就不用再把它拆掉。哎，哇！比娇小的女生来讲，你比小智聪明100倍呢。我是聪明的，喂。小智，哇，这个是好，饼干也是，饼干也是可以，饼干也是可以，就会变成有现成的，对不对？这样的，对，就会变成这样。好聪明，就不用担心空气跑进去，或是橡皮筋没有绑紧。那最好的方法还是尽量把它一次吃完就好。对对。可是姨妈不可能一次吃完啊。对，好厉害哦！对啊，好实用，相当厉害。哎，最后想请问一下大学生，今天哪一些新知让你觉得最震惊，还有最新鲜？哦，西安觉得哪一个最新鲜、最有趣？是啊，我也觉得是 Josh。哇，对，因为这个是逗女生开心的一个小游戏，好方法。因为大家蛮多的，像是掉酒瓶跟1000块，我觉得还蛮特别。出去做出来，大家都会就哦厉害，对，大家都好像没看。唱歌也可以，对啊，画面上也蛮好看的，对不对，朱梅？对，我也喜欢 Josh 的那个，就是他做出来的那个，我都觉得好特别，大家都一定会赢。好了，今天算大家获益良多了，但是最后呢，我们要请一下诗安带新歌给我们听一下哦。出来的，做实验就是他你自己是本来唱歌的时候，这真假音转换对你来讲就是蛮简单的。我可能比较常转吧。哎呦，很厉害！今天也非常谢谢所有的大学生介绍很多新知哦。今天介绍的另类新知是不是很有趣呢？从酒吧炒热气氛的好妙招，到非常实用的居家小技巧等，学个几招就能让你成为生活马盖先哦。节目还没结束，接着大学生的美与世界接轨单元，超强世界级剧团马上登场啦！世界级舞者精湛演出，阿 Ken 也跃跃欲试。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one, the only 白蜘蛛 Selena。他
他一直在角色当中，对，都没有跳出来。那如果他碰到一只苍蝇会怎么样？吃了它 ？Probably catch it. Oh, are you a fly? Oh, oh. 大学生了没？大学生了没？与世界接轨。世界级的课程呢，教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真的要接轨才知道现在世界到底在有什么很好玩的，发生什么事情，有哪些专业的人值得我们学习。请问大家喜欢看舞台的表演吗？圈叉。不敢相信，这时候大家都按圈，我就不相信。声佑，我跟你讲，看过什么舞台表演？我超喜欢看，就是台湾其实有武林剧场，专门是在扯铃的。然后我是看了他们扯铃，扯铃表演，我是看了他，然后我才去学扯铃，而且我现在有在中正纪念堂表演，算是很会扯的，有时候啦，扯铃还扯。那请问阿雷，你是看？我从小看到大，台式舞台剧《寡喜》。那个哦，寡喜，而且有庙会啊什么的啊，他会搭一个台子就在台上看。我每一集的寡喜真的是很厉害，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他是四 D 演出了，对，对，樱花园都还有租那个喷水柱啊，对对对，什么感受都有。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得请到这组贵宾，哎呦，太阳剧团，我们其实你说买再贵的票，大概都还是有一段距离，对，但今天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他们的演出，还有伸手就摸得到他们，哎呦，对，我们要欢迎的是太阳剧团的艺术总监玛丽安小姐，欢迎小姐莎莎 ，Welcome to Taiwan， Welcome， It's our honor to have you here，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哇，是不是这个莎莎先帮我们翻译一下？光看到她的这种优雅的气质，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耶。嗯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m trying to be very comfortable here on this stage， and And just be who I am. Thank you. That was a wonderful compliment. 而且这次是不是有带来什么样特殊的表演，对不对 ？I learned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today. Yes, we are bringing a new show of Cirque du Soleil to Taiwan. Mm-hmm.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it. The show is called OVO, O-V-O, which I believe means O-V-O. 10. Egg. OVO. Egg. Egg. Oh. Egg. It's 10, right? 10. But I learned today that the Chinese symbols over here.This is insects. Insects, yes. That's forest. Forest. That's right. Right. And samba. Right. Which I think is so cool because exactly. Thank you, the music ma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Brazilian music. The music, in fact, is created by a Brazilian composer. Mm-hmm. And I just learned that today.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so beautiful. Mm. Yes. It is. And you know, if we in this.Direction, 森林 means forest. That means forest. Really? Yes. Yeah. Wow. I wish I understood China, and I think this country and Taiwan, Chinese, I mean, so and Taiwan, I think it's so beautiful. These things are, for me as a Dutch person, real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ut I wish that we had those special signs in Holland. It's beautiful.Really beautiful.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幸加入太阳剧团的话，可以享受到什么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福利吗 ？Well,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t depends on what you do. So, how would you like to work for Cirqu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Actor. Yeah, because me, when I look at you, I think you're a character. You're quite a character. I think you need to be a clown. Is he a clown? He's a clown. Yeah. Yeah. He is. So funny. So happy. Because I mean, I don't know if you could be like a trampoline. 丁一智。Yeah, I want to see. And after that,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r privilege is. 机会，纳豆，老师 ，music， 谢谢。Oh yeah, here we go. Woo, baby. Oh my goodness. 哦，豆哥。Oh no.That's amazing. Can he join? Well, I would have to say it was certainly very entertaining. Oh my.
Don't try this at home. 你们两个别闹了，凭这一丁点才艺就想进入顶尖剧团，还是好好主持吧。精彩的才艺演出还是交给专业的舞者哦。我们来介绍一个更有才华的大学生，让总监看看。总监，来先休息一下，跟莎莎。OK，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好，这位大学生听说也是练过软骨功的啦。是的。嗯，我们一起来欢迎阿赤。哦耶耶！哎呦！好吓人哦！哎呦！哦哦哦哦哦！软吗？真的、喔，所以你能够用脚就是掏耳朵，对不对？如果痒，对啊，真的、喔，掏看看好吗？不，就把它挤出来，边聊天边放着，有可能吗？按着手机之类，对，用脚当假装当手机，对，站着有点难，那站着有点难，坐着，哎，哦，要这样，坐着就我这样。哎呦，啊，烧头，烧头，烧头，哎，这个要问一下总监，他 is it qualified? Well, I need to digest what I just saw. 消化一下，要消化一下刚刚看到的画面。It's a whole new way of contortion, and it's fast and impressive. I am impressed. I really am. What's your name? Archie. Archie. Archie, first of all,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really nice performance. 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be considered for Cirque, you're going to need to work a bit on the presentation in your eyes, because I never see your eyes. I see so much movement that it's really impressive, but if we have to watch it for 3 minutes,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tiring, but also for you, because if you have to do 10 shows a week, year after year, I don't know if your body is going to be able to sustain that. So work on finding your peace.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because it's really amazing, but try to find the versatility of fast versus slow versus showing your face and telling a story. So think about that. 好不好？棒的建议。对啊，阿志，你刚刚都闭眼睛吗？表演的时候？没有，雨没有，都张开的。啊，你知道你那根也可以用吗？是麦克风。对，麦克风，麦克风。好不好？是有希望的，但是像对他们来说，他觉得你的表演要每天持续，而且要能够维持，不管是肌耐力或者是心理的平衡状态。对，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专业的，专业的是不是？好，今天也有来到这个我们现场这一位呢，要用英文欢迎他一下了。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one, the only 白蜘蛛 Savannah。生了没？大学生了没？
前的玛丽安小姐也到正场中央来了。刚刚看到她这样子，这个真的是软骨功的绝活。而且刚刚这个 Ken 有讲说，这个是近距离的摇滚包厢曲，太摇滚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通常都是在大荧幕上面看到她一直在角色当中，她都没有跳出来。对，她一直都还是白蜘蛛，好厉害。Yes, they have to stay in the character because right now she is White Spider. She's not Svetlana Belova. She is our White Spider. And the way that the artists at Cirque du Soleil are trained is when they are in their costume, they don't even feel it as a costume. It's their skin. So she cannot be a person. She's Spider. 那如果她碰到一只苍蝇会怎样？吃了它。苍蝇。Oh, she will probably catch it. Oh, are you a fly? Uh-oh, Svetlana, do what you do when you see a fly. But be careful because she will make you her prey and she will make you get caught into her web and then she will eat you. No, I don't want that. Okay. Further away.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同学将来也这个非常有这个远大的志向，想加入太阳剧团的话，有没有什么管道？ Well, if you want to join Cirque, you want to have this dream since you are little. So if you have that dream, then you first of all have to believe in the dream. And then you have to practice. You have to practice day and night, hours a day, and you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then for sure,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will notice you. So you have to go out, introduce yourself to people, talk to people. When you meet people, make sure you introduce yourself. Have a little business card and say, I'm an artist. I would like to be considered one day for Cirque. But then make sure you practice a lot. Make a demo, a video of yourself. Send it to Cirque du Soleil. Make connections and always remember where you come from. Always respect the people that train you, because they will be able to help you on the way.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珍贵啦！我想大家不只是看到精彩的表演，同时也学到这个你做一个梦想应该有的态度会是什么。要非常谢谢太阳剧团，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coming. 拜拜，谢谢。